社会很现实，你的能力就是一切。平等的婚姻是最幸福的。这辈子不要有太多后悔的回忆，做人要正气，做人不能太善良。成功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，一辈子很长，守规矩的人社会不会亏欠的。不要攀比，不要计较，过好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人之间肯定有差距，努力去改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